欢迎收看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是 Mike。 首先我们还是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本地情况。那么澳洲股市我们知道在周一是继续出现了一个下跌，那在周二呢，上午依然是延续着周一的下跌，但是在中午吃饱饭之后呢，下午是精力恢复啊，有如神助，把上午的下跌全部补回来之外呢，还上涨了一点啊。昨天澳洲股市啊，成功的从周一的下跌之中扭转乾坤啊，最终是收盘上涨0.3%。那中国方面呢，昨天还是在放假，这个端午节依然是中国股市没开盘。欧洲方面啊，虽然英国恢复交易之外，但是呢，德国、法国和英国分别有轻微的下跌，幅度大约在0.3%左右。而美国方面呢，股市也终结了过去七个交易日的连涨，首次出现了下跌，但是幅度也比较小，仅仅只有0.24%左右。在其他方面呢，黄金价格目前稳定在1265至1270附近，而石油价格呢，目前昨天从50.50呢，又再次下跌至49.5左右。接着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市场的这个热点话题啊。这两天我们知道呢，啊，从不同的澳洲主流媒体、英文媒体和一些网站上，都看到现在呢，很多机构和专家纷纷是在看空澳洲未来的股市以及呢澳洲的经济啊。就连今天早上啊，我去这个公司上班，电梯的这个屏幕上呢，也在播放了一家澳洲的基金公司啊，是全部清空了这个澳洲的本地股市，以及呢。并且预言明年澳洲有1/3的几率将会进入经济衰退。好，那么从现在情况来看呢，似乎啊，连澳洲本地英文的媒体呢，都已经开始担忧啊，这个明年的经济情况了。那其实呢，我们知道呢，这个事啊，从去年的11月就开始讨论啊，早在去年这个8月澳洲最后一次降息之后啊，曾经媒体也是担忧。那一次的降息并不是最后一次，未来还将会有更多的降息，如果经济不好的话。但是呢，这个言论随着从今年2月开始铁矿石的飞涨啊，然后立刻态度发生了转变。铁矿石价格呢，从去年11月到今年3月，大约是价格呢，从这个400人民币一吨上涨到720人民币一吨，涨幅高达60%以上。但是这种涨幅完全是建立在呢中国未来有更大的经济刺激计划这样的期望之上，结果后来发现呢，中国并没有推出更多的经济刺激计划啊。原因大家也都知道，中国今年的整体政策从过去的保 GDP 已经转换到了保人民币，也就是保汇率，所以为了保住和美元的汇率啊，人民币呢必须和美联储一样开始逐步的收紧银根啊。虽说中国目前依然在刺激，依然在印钱，但是这个数量绝对要控制，绝对要缩小，要不然的话呢，美元和人民币之间的差值，这个汇率价将会越走越大啊。那么咱们言归正传，从4月开始啊，铁矿石再次从700多下跌到现在的420-430啊，所以呢，这个看空言论也是再一次这个我们说的是重返市场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怎么说呢，这个评论呢，你说参考参考是可以，但是你完全看着它跟着它的评论走，那自己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啊。去年10月、11月看空，到今年2、3月又一片大好，现在铁矿石下来4、5月上不去，又开始看空，觉得呢未来一片惨淡，经济衰退1/3等等啊，又开始各种啊这个看空的言论。我们小时候学过一篇文章《小马过河》啊，小马过河呢啊，松鼠说河水太深啊，那么这个牛呢说河水太浅啊，但是在真正自己趟过河之前，小马自己呢也不知道河水有多深有多浅啊。所以说我们知道呢，这个你说澳洲的经济啊它真的要差，我个人觉得呢并不会差到多少啊，毕竟它。虽说呢，这个矿业是它目前经济的支柱啊。除了矿业之外啊，虽然过去了10年，但是还没有找到一个能够替代矿业的产业。但是毕竟呢，我们可以用"地大物博"，真正用的是"地大物博，地广人稀"来形容澳大利亚。它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国家啊，这么多的资源，还有旅游啊，还有教育啊，还有农业来支撑，它人口呢却仅仅只有2400万。所以这么大的庞大的资源去支撑一个2400万的人口，在我看来，这个经济你要说它衰退，
啊，这个似乎稍微有些过啊。你说放缓，甚至于原地踏步不动，这个我都相信啊。你说它会有大的衰退的话呢，在我看来，只要这个人口不断的在增加啊，移民不断的在涌入，那么这个市场需求量还会逐步上升。只是现在呢，可能一切呢，在最近的6个月、12个月，甚至于2年时间之内，是暂时的一个停滞或者是缓慢前进的状态啊。那么其实呢，我们也知道啊，这个包括像澳洲经济一样啊，虽然从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努力想转型，但是你说转型并不是那么容易的啊。这个过去的20年是中国腾飞的20年，也是澳洲自己腾飞的20年。那么搭上了中国这条快船之后呢，啊，基本上是与时俱进，可以说是。但是呢，缺点也是，当中国的经济放缓，需求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呢，澳洲这边也同样会遭遇这个瓶颈，啊，现在就是这个问题啊，不要那么多铁矿石了，怎么办？啊，产量这么大，卖不出去，怎么办？啊，当然了，我们知道呢，这个你说它真的会，中国真的会有多差？我个人觉得也不会啊，经济虽然在放缓。但是 GDP 毕竟从8%缓慢下跌，但是它的量总量是非常之大的啊，所以这个需求量啊还是会有一定的刚需的啊。但是呢，我们总体上来看呢，由于过去20年已经绑在中国经济这个快车上，所以你要一下子要下来，哎，还真的下不来啊。那么投资者可能会担心呢，现在我们怎么办呢？啊，如果未来真的铁矿石价格进一步下跌，中国的需求量下降。我们澳洲的投资者该怎么办？那我们看到，其实啊，咱们之前说到的经济好也好，坏也坏啊，这个一会儿呢衰退了，一会儿呢又恢复了，其关键呢是什么？在我看来，就是啊人心，什么人？投资者和消费者的人心就是信心啊。只有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对于未来有信心，他们愿意花钱，愿意去投资，这个经济就会好转。如果大家都觉得房价高，都觉得经济差不多要开始下降了啊，这个时候大家不愿意花钱，愿意存起来，以防万一，那经济呢势必将会下跌啊。咱们在前几周说到啊，这个澳洲已经连续22年经济增长了啊，差点就要打破荷兰的23年连续经济增长的世界纪录啊，这是不是好事？在我看来，一点都不是。啊，一点都不是。为什么呢？你离这个世界纪录越近，也意味着呢，你距离有可能的转折点也越近啊。你就算给你保持23年啊，要给你保持24年，又怎么样？打破了之后啊，你坚持的时间越长啊，之后的这个转折可能性就越大，幅度也有可能越大。所以咱们知道呢，以后不要再说我已经连续增长10几年、20几年了啊！你说这个话意思就是说我快不行了啊，这快不行了。经济呢，它不可能这个它像个弹簧一样，永远不可能向上弹啊，肯定是上下左右来回蹦啊。你如果一路往上弹，他说我已经弹了2米、3米高了啊，那差不多你就该跌了啊，这是我的观点。但是我们投资者呢，也要做好一个准备，万一真的有什么三长两短，咱们怎么办？澳洲如果地产价格下跌，澳元资产下跌，怎么办？啊，作为散户投资者，我们没有太多的工具。可以考虑到的呢，就是通过做空澳元，以及呢做空澳洲的指数，来保护我们的澳元资产。啊，如果房价下跌，如果经济下跌，澳元必跌无疑。我就把这话放在这儿，经济下跌，啊，澳元必跌无疑。所以说，如果澳元下跌，咱们可以通过做空澳元来保护我们其他的澳元资产啊，这个是我们散户可以做的啊，也是呢我们 Go Markets 可以提供给大家的。那么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推荐产品啊，今天说的是英镑对美元。咱们知道呢，这个英镑呢从4月初开始到现在连涨了大约是一个月啊，但是在4小时图上啊，是从过这个大概是4月10号、10号、11号。到现在的5月26、27号啊，连涨接近于2个月之后，第一次出现4小时级别，也就是中期的一个下跌信号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虽然我们看到它现在可能有一个支撑，大约是在这儿啊。如果这个最低价大约是在上周五的最低价、上周四周五的最低价被打破的话，那英镑有可能还会继续回调啊。但是在日线图上，我这儿没有日线图啊，但是大家可以看一下英镑的日线图。英镑日线图呢是大约是在 1.2680 这条关键线左右啊。只要这条线没有被打破，那么总体上来说，英镑的长期走势还是保持在上涨阶段啊。所以我们在中期，特别是现在最近几天，要密切关注上周四晚上的这个最低价不能被打破啊。那可能英镑再次回升，我们也可以以这个 1.2886 或者2888作为一个参考价。一旦上了这个价格之后，我们也可以再一次看涨英镑。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关注产品啊。那最后呢，在今天晚上10:30澳洲时间，加拿大会发布他们的 GDP 数据，因此呢，对加元感兴趣的朋友们，今天晚上需要密切注意啊。感谢您收看今天 Go 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我们明天再见。